这里是京都念慈庵冠名播出的《我们仨》，好费好嗓好声音，旅途有你很开心。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在对立的矛盾中相互转化着，比如光明和黑暗，热与冷，比如永恒和无常，爱与恨，再比如爱发呆和爱撒野，艺人和哀人。求索之心不以山海为远，人们在大山里待久了，不自觉的就会想去海边逛逛。山里的风是甜的，那海风呢？山里的人心境是幽旷的，那今夜的海又是什么颜色？山里的我们仨生活有滋有味，那么他们会与大海如何相处呢？来了，涠洲岛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。北海，涠洲岛，我们仨的探索之旅，开启全新地图。走了，上船了，上船。哇，真宽广啊。哦，它这屋就全是放箱子，对，真不错。插进来，行。哇，这船这么大，是挺大呀。我们是12、13 M 和 N， 有点像坐那个火车硬座。得嘞，先研究研究。哎，人家有看没啊？扫一扫，吃喝玩乐，涠洲岛。这怎么还一套一套的？我先扫一扫。涠洲岛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北部湾海域中部，是火山喷发堆凝而成的岛屿，这里有海石、海基及熔岩等景观，是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，也是广西最大的海岛。涠洲岛有鳄鱼山景区、滴水丹平景区、石螺口景区等几大主要景区，是集科学价值和美学于一身的科普生态、休闲旅游、度假海岛。妈呀，这地儿能赶海嘿？对，往那里撒盐赶海行。哎，路亚这回也可以录了，这海钓，海钓啊。桨板可以玩桨板，体验刺激的海上娱乐，这地儿比较适合我。哦，啊，这个挺好。哇，哇，这王国感觉。然后五彩滩、海上日出，这排名第一呢，这个景区。那海上日出咱必看啊！你快把嘴闭上吧，你快把嘴闭上吧，你。不是，咱就哪天4点多钟赶海，赶完海不是就手了，就手。行，都别了，我坐船从这儿回天津。环岛骑行，我觉得环岛骑行很好。咱就环岛骑行，咱减肥。哎，咱就变成一个这种减肥，对，训练营，减肥训练营，旅游，每天干的全是减肥的事儿。我说咋这么累？你今天活动量太大。今天是二头，他锻炼出来了。对，加油，你们可以的。哎，对，像大番薯，现在是小小番薯，现在是。我要当薯条。我是觉得还挺可爱的，挺可爱的。坚果墙。各位旅客，你们好。哎，船是动了。哎，走起来了，走起来了。我轮第一条。啊，好开心啊！出来了，船就出来了。嗯，港吗？
大的角色。这船你看多稳，开起来跟没开一样，我就感受不到。大能叫大海吗？这海我没想到这么好。第一次出海吗？就是风太大了，不然咱可以上外头看看。是哈。哎呀，有点晃了啊！哎，妈呀！哎，哦，这船是还有点迷糊人。妈呀，我真的迷糊了，多汹涌啊，没有想象的平静，是件风大的事儿。我寻思能不下水就不下水。哎，然后让看看去。现在我唯一想到的有点意思的就是环岛骑行，那其他你俩都不敢啊？没准可敢，是挑点那个不那么刺激的也行。Hello， 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是这样的，你们现在需要依次到2号包厢去选择一个道具，这个道具会直接影响到你们后面的行程。现在你们可以依次进入2号包厢去做选择。行。去吗？去吧。我也没问进来。哎呦，怎么这哨是队长啊？这个感觉是不是得下水啊？这是一条沙滩裤，但是也有可能是在沙滩边上看着而已了。这个毛巾感觉是要下水，因为得用它擦。那这个哨，那我来这哨吧，好吧？行，好吧。三选一，我还是选这个，应该是捡垃圾吧。我选这手套了。你咱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我是剩了5个吗？不是。我之前是以为选一剩二让你们俩选，对啊，现在看来是每个人那仨都不一样。我是哨。这是干嘛的？救生用的。我给你运到海中间。我不到。这个哨呢，就是潜水的时候啊，每个人需要带一个哨。我都在水底下了，我把氧气。我太难了。毛毛这个怎么解释让他下水呢？玩琵琶艇的时候吧，为了欣赏更好的风景。洪水症。